呃，刚刚大家听完这么久啊，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回到题目，t 的 hack is Web3。为什么我们在 Web3 track 讨论的比较多的反而是，哎、欸，政府的采购法，反而是分配的机制？哎、欸，可是回到最初的命题哦，我们其实真的在讨论的就是，资，呃，如何用分散式的制度、分散式的工具，甚至是分散式的社会文化或市场，来进行有效益的行动。 其实命题一直都是这样子的。那当 Web Three 这种玄幻的这个世界要落地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碰到这些议题哦。那刚刚两个演讲都是比较偏。 呃，抽象性的或是验证性的案例哦。但是听了这么多，实际上有没有其他主权国家用了类似的精神去做出实实在在的专案？其实有，所以这一场剩下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会跟大家简短的分析加拿大的卑诗省哦，他们怎么样去 hack 采购法，怎么样子用公司协力的模式来打造数位身份的钱包或是皮夹。 好，那很简单的去分享什么叫做数位身份皮夹或数位皮夹哦。呃，这个 Kim Cameron 这个 Microsoft 当时在做这个身份架构时的这个人哦，他在二零零三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Loss of Identity》，他说网络被发明以来啊，对，有七层嘛，但是缺乏了身份层。 这让二十几年来网络的基础架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份，不管是自然人的、法人的，甚至是非法人的身份，都一直很难有效的兼容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哦。所以呢，在这十几年间，一直都有开源、分散、互通的身份数位身份的标准哦，一直在有人在持续的去打造，但是呢，一直也都碰到了很多问题哦。那 再加上，其实身份不是网络世界独有的问题。从纸本的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甚至是过去的王朝哦，这种齐名编户的时代，一直都有身份有关的问题哦。身份政治也是类似的概念哦。那在这种状态下，政府发行的证件一直都有权威性。可是到了数位的时代。 非政府的凭证其实也也很常被使用，甚至比政府的凭证还更常被使用。所以，集中式的证件和分散式的凭证是一直互相在拉扯的概念。这样子拉扯的过程也走入了标准站的这个状态哦。所以呢，像全球资讯网协会 （W3C）、FIDO、OpenID、IETF、ISO 等,等等等的一些组织，都一直尝试在提出类似的标准哦、喔。好，那一句话讲。 这张图就好，这张图是 Open ID Foundation 做的图哦。那这次的大松也有一个主题是 EID 嘛，那这个今天我是个人身份，所以就可以讲 EID 哦。大家可以看到，从左边到右边是一个数位身份的光谱，最左边呢，你可以想象成。 我今天的指纹被存在国家集中式的资料库里面，我要去登入其他授权认证的过程中，我都要连回国家的资料库去验证我就是该国的公民。这样子的系统服务其实已经成熟了，而且已经有几十，应该有到几十亿哦，大概差不多二十亿左右的人口，全球人口在用这样子的服务。原因是因为像是印度的阿哈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哦、喔。那阿哈。 也曾经出现过史上最大的资料外泄事件，所以集中化的资料库一直都会有资料单点故障的可能性，或是单点外泄的可能性哦。哎，那一路以来呢，这个世界的标准正在变化，我们一路一直往右，一直往右倾斜，我们会发现。 呃，从这个呃指呃指纹存在集中化资料库，到指纹存在你的手机，再到哎、欸、发行者甚至不是政府发行，而是由服务商发行身份，由政府来认证，甚至到真正的纯粹的市场驱动的这个身份服务上的竞争哦，到最后有一个最新的概念叫做 Personal Identity Provider，也就是所谓的 wallet，这样子的概念其实就是。 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凭证、我们的指纹全部存在自己的个人装置，也就是手机或电脑里面。我要去认证的时候呢，是我跟对方去做认证。政府只只做了呃这个发行凭证到你的手机，或是不一定是政府啦，可能服务商发行凭证到你的手机里面的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概念呢，就叫做 DID（Decentralized Identity） 分散式身份的概念哦。那哎，好玩的来了。 今天，如果你是政府哦，你是各国政府，你要走哪一条路来提供你的服务呢？ 那数位皮夹再多讲一点，它其实就是在海外啊，很常讲的概念就叫做 SSI（Self-Sovereign Identity，数位身份自主权）。我的身份我自主哦，我的资料我自主。这些资料不是被政府管理哦，而是我自己管好自己的资料。我有需任何有需要拿到资料的人，包括政府，都应该要有使用者知情同意而且授权的状态下去使用这样的服务。那很一句话这个解释哦，其实就是。 发行者和验证者之间不能够串谋。 比如说，我今天在路边领检哦，诶，我领检了以后，这个警察在领检你资料过程中，不能被回归记录到，诶，比如说内政部这个发行数位身份的组织类似的这种情境下哦，这是电子前哨基金会 EFF 一直非常强调的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封控，就是打电话回家哦，验证者不能打电话回去给发行者，让发行者去记录使用者的数位主机。在这种 SSI 的概念下，目前比较符合的标准呢，就是 DID。 对 W3C 发行的 DID 的标准跟可验证凭证 VC 的标准哦。好，那问题来啦，这种凭证在你手机里面要如何展示？由你决定的这个过程呢？到底要怎么做出来哦？世界上有没有人在往这样子的方向去前进呢？哎，其实还真的有。我们可以把世界各国在进行这种数位身份或数位凭证的这种尝试，分成两个光谱的轴向，一个是集中身份到分散身份。 另外一个轴向是开放生态系，就是所谓的 open source project、或是 n o n profit project，一路到巨型平台哦，比如说 Google、Apple、Microsoft 这样子的平台。诶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比如说日本的个人编号卡就是一个 IC 的卡片，他们可能在接下来会进入数位凭证的世界。 印度的阿哈也是类似的概念哦。那哎，右上角呢，有没有政府真的在走向开放式、分散式的状态？其实有，包含这个这次呃，这个德国跟加拿大还有欧盟的案例哦。所以呢，今天就会分享加拿大的案例，为什么他们不去做一个呃，这个加拿大数位身份证去？ 让这个数公民的数位服务被被别人去使用，而是使用一个分散式身份数位皮夹概念来提供公民服务哦。那这样子的分散式的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哦，它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存在的既有服务。 但是它要如何在政府的体系下去完成？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主题。其实回到初心哦，就是采购法。他们其实修正了自己整个采购的合约，让这个公共城市哦 （public code） 真的实际上可以跟公民科技社群有效的合作。所以呢，这个 BC Wallet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showcase 哦，你只要打 BC Wallet showcase，你就可以看到互动的过程。你甚至可以下载 APP 去去用它的 credential。 好，那它的公共层次平台叫做 Code With Us（C W U）。它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哦，它跟全球的开源社群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尤其是 Linux 相关的社群。而且，这个加拿大卑诗省政府修改了采购合约，让 Code With Us 的平台可以跟呃，让这个公务员和公民开发者有效的协作。他们的做法是，呃，第一个，他们就是那个呃，当时 BC 的。 公务员就跟我说，他们做了三件事。第一个，这个平台你只要是卑诗省的人，公务员哦，你都可以上网提问题、提需求。只要你是七万加拿大币以下的案子，你都可以丢上来去做有效的媒合。而且他跟我说，他们。 平均能够在两个礼拜内去媒合开发者和公务员的需求哦，这让我觉得非常的神奇。那这来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媒合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分散式的去去中心的去找寻需求，而是他们已经有一个既有紧密合作的社群存在，也就是在 BC Wallet 的案例就是 Linux 社群。 第三个，他们把整个七万块加币以下的采购合约修改的非常的弹性，他甚至做了 Team with us 跟 s p r i n g with us 的平台哦，他让单一的开发者甚至可以组团跟既有的团队合作，让公务员也可以组团去跟不同的团体合作，让整个 Sprint 的速度跑得非常的快。那这是他们其中一个。 这个叫做李斌方案哦，他们发现说这种新的创新，往往政府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他们设计的这种方式，让新的方案的提供者可以来跟政府的各个部门去讲这些东西为什么重要。那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是不是不一定要从一开始就正式的做一个专案出来，而是借由市场研究啊、上市前参与的方式，去进入这个政府体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哦。 那再来就是他们今年的这个采购计划，这个采购计划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们做了一个线上市集，让采购资讯服务变得比较简单。这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东西。第二个是，北师省本来就有这个原住民议题，所以他们在协助原住民厂商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也做了咨询委员会。第三个就是刚刚说的，Bring With Us、跟 Code With Us 和 Team With Us 的平台哦，让整个数位流程可以更快速、敏捷的去完成。那 这个七万五千美呃加币以下的这个指南也被成为了一个正式的采购指南，这样子。 好，那其实台湾其实有一样的采购程序哦、喔。台湾的采购程序包含这个、R、FI 预告征求资讯，FP 征求服务建议书，哎、欸，实际上拿到评服务建议书评选跟执行。但是，呃，以台湾的情境而言，台湾的采购跟加拿大的采购还是差异蛮大的。原因是因为加拿大是预设排除采购哦，我的大部分的东西可能都是可以用更弹性、更补助的方式去做。但是台湾在公部门的领域还是以采购为主。 那量体也差很多，以以加拿大的案例，其实一百五十万新台币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的。那下面是一个案例，他们的页面的案例。好，那这个东西跟钱包有什么关系呢？数位皮夹或数位钱包，加拿大贝斯省的皮夹钱包，他们就是以这个 c o r e s a g e 方式去做的，而且他们一次用六个 Sprint。 六个案子哦，一次就大概是一百多万，一百多万去执行，到现在已经成功的推出了自己的这个 wallet app，让不管是政府提供的凭证或民间的凭证，都可以在贝斯省的范围内被有效的使用。所以结论是，这种有意义。 敏捷式的公司协议模式还是需要因缘具足才能达成哦，是不是包含了法制面、社会参与的成熟度，还有公部门专业人力等等的基础面都要满足才有可能往前。那回到所有我们这次的讨论哦，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所谓的分散式技术不是实际上去中心的社群。 而是需要有明确的边界、明确的这个服务对象或是供应对象，才能够稳定的前进。那最后一个是所谓 KPI 的制定啊，因为这个大家讨论 KPI 已经 N 年了、哦。 KPI，呃，应该说一定会有需要做 KPI，可是 KPI 有没有可能是借由公众审议的方式取得共识来获得这个效益指标？哦，其实 b a s i s o 的案例给我们蛮大的参考。所以，呃，最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是可以玩一下什么叫做 BC Wallet，什么叫做数位身份自主权。 OK，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所以 Web3 c r e c k 就先到这边。那 Slack Slido 其实有一些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是内向的仔仔，所以我们全部都会在共笔上面，大家会自由的回应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